第36题，36题到38题是一个题组，最前面写了说小尼在课本上看到下图的方法来做制作收集气体，他想在家里面自己做实验来收集氧气，所以呢他说有关于制氧的实验的步骤，那请问你他的次序应该是怎么样？那我们知道呢，我们应该要先加入一些二氧化锰，然后呢要把它的装置装起来，机头漏斗跟橡皮塞塞进去，所以呢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呢应该是乙，第二个步骤呢应该是丙，然后在课本的实验要求是装完之后呢再往里面装水，所以呢第三个步骤是甲，然后最后呢再加入双氧水让它产生反应，所以呢最后一个步骤呢是丁，所以我们的次序呢应该是乙、丙、甲、丁，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就选择的是丙、乙、丙、甲、丁。